我可真是小瞧了你了，没想到你还跟我来了这一手，德胜。这可都是他套我的。 欧阳宗毅，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真话？哪怕一句也行。当然是真的，弟弟。这么多年我们兄弟分别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你。难道你怀疑吗？我是真希望我们能一起生活下去。你一直都在欺骗我，你把我当成你的妻子，来完成你自己的计划。 各位记住，我们立场不同，但是你我是亲兄弟，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。兄弟，你把我当兄弟了吗？我敬你，那是因为你是我哥，我不惜一切，甚至和我出生入死的兄弟翻脸，来担保你为生。可是你把我的信任当什么？ 你把我的心伤得太疼了，我的石头哥。德胜，我知道你接受不了，我不想告诉你，就是因为我不想看到现在这样，你我兄弟兵戎相见。把枪放下，放下，我们还可以像兄弟一样喝酒谈天儿。 还可以像以前一样畅谈到天亮，喝酒谈笑。石头哥呀，那都是你的阴谋。不是的，你我兄弟在一起那份快乐绝对不是假的，没什么阴谋。好，如果你觉得我是完全在利用你。 那好，那你来吧，开枪，也好给你个解脱。开枪啊，给我个痛快的，开枪！老高，现在还不能让他死，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。走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老高，你冷静点儿。 我自己会和他们把账算清楚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怎么，下不了手是吧？ 别动！欧阳宗毅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时间在变，人当然是要变的。你不能接受，并不证明那就是欺骗，那才是真实的。 只能怪你自己太天真了。是啊，有你这样的哥哥，我没法不天真。欺骗不欺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心里还有没有真实。你以为你伪装的天衣无缝，我在告诉我自己，那是假的。
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在告诉我的战友们，那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，因为我想保住你，你为日食火哥。够了！别用这种话跟我说，说这些都没用，你想证明什么？你饶了我的命，可怜我。 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要不是用这双沾满了血的手，我已经是一堆白骨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珍惜我们兄弟的感情？你为什么不珍惜现有的家？ 哈哈，瞧，那只是我用来掩护我现在身份的躯壳而已，知道吗？他跟我要完成的事业相比，一文也不值。我现在的任务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扰他，不允许，哪怕是你。 正当，哥，不，胡杨宗义，你是条汉子，是条汉子，但你不是我哥，不是我的石头哥，我没你这个哥，嫂子对你这么好。 你为什么要把他当成一个工具？你怎么这么狠？不理解了吗？我说了，那是因为你太天真，他是对我好，正因为他听话，我才想留着他的。我本来想留着你的，知道吗？我不舍得。但是你现在挡了我的道。 别怪哥哥心狠，要怪你站在了我敌人的一方。好好的怎么就歪了？见鬼了！见鬼了！ 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不是，小华，你给我冲什么英雄啊？你扑过来干什么？你。
我就是傻，当时我就是管不住这些，是让你弄不让你省心呢。让我送上医院。快，我得送上医院。让我，让我疼会儿。真舍不得你，我再吃点亏，你抱紧点。 我向你坦白，其实我还是很想嫁人的。你想不想娶我？那我现在就去了。 你就真的清楚了，就算是在现在，你看见的这个大哥，也未必是你当年那个大哥了，耿德胜。我们现在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。可是我们时刻准备着，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，付出自己的生命，为我们为之奉献的主义，对吗？ 欧阳宗义，男，35岁，原红河县代理县长，经查为反动特务潜伏分子。这不是欧阳县长和夫人吗？怎么成了通缉犯了？今天早晨，我把老莫放了。现在他正组织警卫连。 追击欧阳宗义，我们给他扣了这么大的屎盆子，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报答我们呢。我现在最怕就是老莫，这咱们队长现在成了这样子，
这老莫要是再找来，那一定不能给咱吃什么好果子呀！你们尖刀队就会背后嚼舌头根子。穆连长，其实我们，堂堂尖刀队的耿大队长，你也有蔫儿的时候啊！ 耿大帅，你给我起来！老子叫你起来，听见没有？你小子啊，还在这儿给我挺尸呢！你要是挺尸，就不让你的战友给你搭命，那人都死了，你在这装什么伤心呢？你啊，你装给谁看呢？谁都别想进！我非得进去！我告诉你。 你们队长扣了我们连长，还给我下假命令，这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，你们少掺和！你不就是被亲哥哥骗了吗？啊，觉得丢人了？那丢掉的人自己抢回来呀！你窝在这儿算什么？你这个孬种啊！啊，就你这几斤几两重，还敢跟我叫板？你回去吃10年奶吧！哼！怎么，你不服啊？你不服把那瘦的鸡吐出来呀！ 啊！你今天栽了，栽就栽了，哪个老爷们一辈子不栽几个跟头啊？你应该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，你这算什么？啊！你还不如将军爷们呢！你说的对，将军王是个爷们。 老哥，打疼了吧？你打醒了我，谢谢。老哥，你还是个老爷们儿。雪兰，准备发报，我有事情向上级汇报。 明白了，连长，他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？废什么话，他不也一样吗？痛快的很。穆连长，你口述一下定论。你比我学问高，还是你来吧。啊，我口述一下。首长，敌人近期。 将会在红河一带有大的举动，请上级密切注意。好，就从这儿吧，动作要快。唐总，咱这么做真的能夺下红河县吗？我的目标不仅仅是红河县，鹰眼的计划，它比你想象的要大很多很多呀！看着吧，我们将要打响。 光复党国的第一枪，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，打赢了这一仗，功盖万世了。是，弟兄们，走，跟我来。雪兰，你要注意监听，这两天可疑的波段，不要漏掉以前政府机构所用的波段。 明白了，大龙，你也回去亲自带部队。记住，这两天兵工厂的戒备要格外小心。是。老葛，你现在有办法找到欧阳宗义吗？我只知道。
弄死他们。他们让我一个人来，那我就一个人进去，免得现在有麻烦。这样，你在这埋伏着，这边需要有什么情况，你就出来帮忙。行。哎，你可别逞强啊，我不想看你丢脸。别的办法了，我求求你，救救宗毅行吗？别嫂子，别嫂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刑才是你抓的？是我干的，我只有这么做才能把你叫出来。杜少，我知道宗毅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可他毕竟是你的亲哥呀，我求求你把他放出城去，行吗？嫂子，我哥在哪儿？啊？你们自首吧。不行，我知道你们不会放过他的。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他，德生，只有你有办法能救他。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把他放出城去，行吗？你只要把他放出去，我去自首，好吗？这不可能！我哥现在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自首。他必须要为他犯下的罪负责，你知道？德胜，他可是你的亲哥，你不能这么狠！我替他死心，我可以替他死。嫂子，你傻呀，嫂子！为了他，为了小宝，我干什么都行。嫂子，求求你一次，就这么一次，我求求你了。你们哥俩感情不是很好吗？嫂子，感情取代不了诚意啊。他现在是我要抓的鹰眼。现在是我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，嫂子？是啊，求求你，嫂子，进去。红墨，进去。欧阳宗毅。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有什么不敢？你有你的理想，我有我的信仰。别以为你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。至少我不像你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去欺骗和残害那么多人。少用这种口气跟你哥说话，还轮不到你教训我。乖乖的把枪放下，跟我走，否则我就打爆他的头。耿德胜，我老莫还用你担心吗？快让家伙把他整死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知道夹着尾巴做人？嗯，住手！你这个丧家犬，还敢和爷爷说人话？看来你是真的不知死。
杨冬叶，就冲我来！高大圣，你叫我什么？你快拿起枪，把欧阳冬叶拿下！那才叫爷们儿，才算没丢脸！哎呀！够了！把枪放下。欧阳冬叶，我听你的。你要干什么？耿大圣，我错看你了，没想到你小子还是个孬种，亏得我把你当对手，你不配！老莫，脸再大，该丢也得丢啊。你说的对，作为你的对手，我耿大圣不配。星彩，我老莫对不起你，没保护住你爹呀。但我向你保证过，我要亲手抓住鹰眼，这句话我一刻也没有忘记。我就是拼了老命，也要做到。耿大圣，咱们俩打过赌，谁要是抓住鹰眼，谁就算赢了。我现在。这小子最近了，哼，我赢定了。老罗，不要！星彩妹子，事情经过你也都看到了。队长，老高，队长，我说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出来这么久都没回去，我们就着急的赶过来了。队长，你快说说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都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老莫，老莫，老莫。冷木，大人动手，住手！老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大家说一说。我记得是我和老莫来到这里，来到这儿才明白，这是欧阳宗义的圈套。然后老莫他被挟持了，为了不拖累我，他宁可倒在欧阳宗义的枪下。对了，然后我就要反击，我刚要反击，就有人从我背后扎了一针，我就晕倒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醒来，你们就来到这里了。你撒谎！我们连长就是被你打死啊！
是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是我杀了莫连长？不承认是吧？不承认？听听他怎么说。星潭，你说给他们听，你说给他们听。老莫发现了欧阳宗义的圈套，就拼命缠住他。董德胜怕哥哥被抓，所以就从背后打死了老莫。青潭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什么？是我打死了老莫。这里的一切你亲亲眼眼看到的，你不知道老莫是谁打死的吗？你不知道你被看见吗？就是你打死的，你怕担责任，就自己把自己弄晕了，然后放走了欧阳宗义。放屁！让开！
你别再杀无辜的人了，她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师娘，于县长在世的时候对你那么好，你不能恩将仇报。不仁之人，留着她只是个累赘，知道吗？不会的，我看着她，她跑不掉的。再说了，你不是答应过星彩吗？如果星彩照你说的做，你就不杀于太太。让开，宗爷。让开。我求求你了，有一点差错，我为你赦免。